骨髓，而骨痛乃是癌痛当中最严重的。这个时候如果要念佛，被这个剧痛啊所困扰，那么恐怕已经力不从心。而底下一个很好的消息信息，近年医界已经研发这个89的治疗，就是注射一针呢、可以止痛超过3个月，那可能好几万块了，绝对不会说少一样、也是几什么几千块的，这个都是要算万的。而且不烧及脑部的清醒，其中尤其以肺癌、乳癌、今天电视也报道，在大众面前教人家如何、自己检查这个乳癌啊，现在这电视新闻报道就这样，他挂一个假的，叫一个好像是慈济的工作义工挂一个假的，叫人家方位怎么样，怎么进行怎么样，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检查这个危机意识存在的这个设身的自己去检查，他告诉你哪里什么硬块啊，由左到右啊，由右到左啊，以前的人那很保守了，很保守了，是不是？那现在的人都比较会注重这个，等到当你发现，也就是来不及了，现在电视上报道是林彦如这个艺人是吧？这歌手你他切除了，癌症啊，也得对对，很漂亮，化妆起来很漂亮喽，在荧幕上多活跃躺在那个地方，退出来，到装个管子，癌症，他就是忙于这个自己的事业，忘记了自己的病苦，癌症，结果。来不及了，就切除啊！那能够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是个问题啊！哎呦，这后半部还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啊，这个肺癌啊、乳癌以及摄护腺癌，现在是对这是研究啊，成效最著，患者可以衡量自身的病情，是否接受这种治疗。不要因为剧痛而无法专心念佛。这个我们以前人比较保守，现在人没问题了，应该比较开放一点。不过你要检查，也可以找一个女医师。找女医师检查。底下回光返照，助念一段时间，这病者或者是有精神旺盛。病势好转的情形，这个乃是回光返照的现象，切莫等闲视之，应该注意它的变化，恐怕在2小时内就会断气，横死的没有办法助念，那只有仰赖金光明沙咒轮以及往生贝或可得度。此外楞严咒也有无上的这个功德，楞严经十方如来依持咒心，能以十方拔济勤苦，大小诸痕同时解脱，生死事大，人命无常，大集经这么说，末法一一人修行汉译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所以这个念佛法门是十方诸佛所护念，临终之际多有恶境现前，那么只有念佛可以消诸魔障。即令病者平素未尝念佛，临终不生反对，也具有超生的资格。助念者但无躁，不要躁急狂妄态度，
啊，朱念哲啊，不要着急狂妄态度，不管男女老幼贵贱生疏都可以参与啊。啊，有的小孩子他就参与助念了，所以知道念佛啊，次中啊，次中就处理临终的啊，最为方便切要，还是要念佛。底下啊，若使之不放，修行是无法成就的。底下看看啊，右下图那个就有一点像我了哈，正在加持啊，正在加持啊。第六章，断气后的处理原则，翻过来154页，断气后的处理原则，不要急着搬动遗体，或者是盖棺安葬，在座诸位来做调查看看，你还没有学佛以前，你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有这样子处理错误的，很遗憾的，请你举手。遗憾的，1、2、3、4、5、6、7、8、9、10、20几个，那就表示说没有听过这个的人，就是不会处理，你不懂。你看很多啊，有的人是不好意思举手，举一半大概就是死一半这样子，还是到底怎么样不晓得，有还是没有。所以说这个没有讲，就90%的人都不会处理。我们平常处理什么？处理我们的头发，头发啊，因为护发嘛，护持自己的头发做护发啊，纱宣，脸 SK2 你可以靠近一点，对不对？好，耳环是吧？看看自己，要不要隆更大一点，就是注意这个了，就是注意这个无常法。一般人都注意自己的首饰衣服，很少人注意临命中，很少人注意临命中。他要注意，他也不懂，他也不懂，所以讲过以后，这个遗憾不要发生在你的家属当中，这要认真听啊！不要看这个，哎呀，这个是白话文嘛，在自己家里看就可以看得懂了、啊，不，还有很多课外的资料。亡者甫断气、心跳、呼吸啊，当然已经停止了。他的神经系统以及脑部啊还在运作，没有全部啊死透。仍处有知觉之弥留状态，即令身躯啊僵冷，耳室犹在，听闻家属悲泣，自必哀恋难舍。而其身如身归脱壳啊，苦不堪言，必待通身冷却，神识离体啊，方谓之寿终。断气后16小时，不可以移动遗体之说，这是我的主张。一般是主张8个小时。我们去助念过，亲身去助念过好几百个人，以师父这样经验，我认为8个钟头绝对不够，这是我的主张。16个小时，古来高僧大德没有讲过这个啊，这并不是出自于大藏经，乃是根据古来祖师大德的经验所及，归纳出比较能够利益亡者的一个方式。诸位只是想想看啊，有的人反对呢，有的人说啊，这临命终的时候第六意识不存在了啊，怎么知道痛苦啊怎么样啊，他们主张捐赠器官没关系，没问题啊。高僧大德很多签名啊，然后在家居士也签名啊。我说师父你有什么意见啊？我赞叹，我没有意见啊，这个不能讲有意见的。你发心要捐赠器官，这是大菩萨的行为，我们怎么会有意见呢？对不对？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要跟我碰到啊！你唔通我要等开就搞哦啊！你不要这另起就好，我买，这个我个人我反对。
哦，我不反对你们啊、哦，你们要见证器官，你们都可以跟人家签约。这个师父跟你赞叹你是菩萨，我的命中麻烦你们给我一心来干哦，买啊！我再生啊，一生一世，我尽量的贡献我自己啊，我彻底的布施身心，全部供养给三宝。那临命中给我安息啊，断气啊！我若看你夜倒啊，来要搞我，我就爬起来啊！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啊！我们一个台大的同学，台大的同学，哎呀，慧老师，你看过那个挖眼角膜没有？我说没有啊。我说大医师，那个挖眼角膜是不是这样并起来，好像在装这个睫毛一样？哦，他说 no， 挖眼角膜不是这样挖的呀。我说那挖眼角膜怎么挖？那、我告诉你，挖眼角膜是这样挖的，挖眼角膜是把整个眼球在还有一点点热度的时候，就从里面挖到整个眼球挖出来。他说一个洞就像骷髅一样的。我说哦。他说对啊，你们没当过医生不知道的。我说那你们对当医生有什么看法？他说当医生没有修行一定会下十九层地狱，因为有的人赶时间还没有断气，没有就开始挖了，也不管你的疼痛，不管你的疼痛。我说那你有邪佛，那你的看法呢？他说有的医生是不管这一些的，只有邪佛的人会注重临命中的人啊。他说有一次啊，你看有一个人对报纸登的啊，有一个人发生车祸来，那么他躺着爬不起来，可是三天以后他才发现他的家人来到这个加护病房，他听到他母亲的声音哦，听到他母亲的声音哦，谈话的之间他看到他儿子这样子摇头，不晓得怎么办。他儿子听到他母亲声音掉眼泪，那个戴医师告诉我说这样你看这个神识没有走，他就知道他听到他的母亲的声音就马上掉眼泪。我以前啊台大医科啊都列为啊第一个志愿啊，哦还好没念医科，没有去念这个医生啊。我以前常常一个妄想，哎呀，做这个医生多好，对不对？又可以看，又可以检查，又可以赚钱，哪有这么好的？后来医生跟我报告，哦，不是像你想的这样，你三天三夜啊，你都没办法睡觉，恶臭，那个恶臭，恐惧啊，有时候罪恶感。那我说那些。那医生邪佛的人很多，那不麻痹了，那每天都看死人，那麻痹了，整天都在看死人，麻痹了。所以这个因为建中的同学大家很多都很有成就，非常有成就啊，很多都有很有成就。那一问都是建中毕业的，现在很多的政要一问都是建中毕业的啊，那么都很有成就啊。他们有时候都会见面，都会互相的谈一谈他们的感触，感触。所以这个啊，我们就会了解那种临命中啊，他不能讲话，你又对他施以这个没有尊严的一种处理，他苦不堪言，又不能讲话。那你看这个就可以体会得出来了，就等于人家欺负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就等在那边能让人家欺负，你也不能抗议，也不能讲话，也不能表达。那种委屈你就很痛苦的，就像一个人受到委屈没有办法申诉一样的痛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活着的时候先对这个死亡邪、生死邪啊研究的清楚一点啊。一个生啊如生龟脱壳，苦啊不堪言，一定要等到通身冷却的时候啊，神识离世啊，才叫做寿终。那么这些断气以后啊，不可以移动遗体，并不是出自大藏经，是依据古来高僧大德的经验归纳出比较利益亡者的方式。想想看，这个时候临命终之际啊，家属如果啊击见亡者最后一面，更衣啊、悲啼啊，或者开肠啊、破肚啊，起诸五脏六腑见证，令临终者忍受千刀万剐而口不能言之苦，
啊，或者使之安详，或使他安详啊，躺卧着为其助念，三者优劣立判，自不待言。我告诉你，坚正器官是近代才有的啊，所以星云大师啊，或者是佛光山啊，啊，或者是正言法正言上人啊，或者是等等其他的，或者是华古山啊，或者怎么样子，这些高深大德，有的人就这种主张啊，捐赠器官。那么我没有反对哦，不要弄清楚哦，不要弄错哦，啊，就是哎呀，你看慧义法师在录音带反对人家捐赠器官，错了。我说我自己而已哦，包括这些徒弟要捐赠器官，我都赞叹。但是你徒弟一定要记住，临命中一定要唔通来甲我学，我即马讲我哈，唔是讲恁，哎，因为人家要捐赠器官，你不能说人家不对。我们除了赞叹以外，还是赞叹，真了不起，是不是？哎，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哦。那前途就未卜了，哦，那你能不能挡得住那个业力？挡得住那个痛苦，那就不晓得，很难讲了，是不是？去以后，如果一观想到说，哎呀，早知道听慧律法师的话，那来不及了，那来不及了。啊，所以人家要签，你们诸位在座诸位啊，遗体的见证，你们也可以去签啊。明天我就可以叫一个人，叫那个医院啊特约医师来外面签，你就可以去签。哎，我看无人敢签。嗯，临命中固然正念昭彰，然是为其眷属搬动哭泣而破坏者，就像啊勇士啊上山，哎，智力啊虽足，却不堪诸眷属的负担。这个负荷终至啊万崖兴叹，哎，一次气结而神识未弃的时候，气断了。但是啊，神识还没有脱离，应该力求病逝气氛祥和宁静，众口一心啊念佛而已，切莫以死尸看待。记住这个很重要，要把它当作他还活着，他虽然断气，神识还是存在尸体的旁边。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简单讲，你讲什么他都听得很清楚。哎，自亡者往受痛苦，心生嗔恨，因此而堕恶趣。现在家属每一去一劫，就送太平间、殡仪馆、盖棺安葬，或者是抚尸哀嚎，搬动遗体，强令正寝，沐浴更衣。此诚乃落井下石之举，那就是等于很啊，不会处理啊，马上送到太平间啊，殡仪馆盖棺安葬。啊，抚尸痛哭啊，或者是沐浴更衣，这个都是落井下石的行为。前者言三七犹有余事啊，啊，儒教也有断气后三天死行大念之礼呀、啊。古来回阳不生枚举啊，无人虽不忘其复生，但唯恐造成不幸啊，应该避免上述的不应当的举动。遗体要看这个气温不同，处理时效也不一样。那严寒之冬季呀、啊，遗体在七日内还没有变色。那么未满七天举行火葬，恐怕他回阳，需要满七天才可以盖棺安葬。炎热的夏天呢、啊，啊，经一对时就诸孔流血。哎呀，我想一对时两个钟头喽，哎，七日之后，哎。怎么样？已经腐烂了，不堪了。所以虽然没有经过啊，那么七天烧也是无妨。哎，为至少啊，应该等到三天了才可以盖棺安葬。如果有重病的，死前就应该发出啊，就已经发出恶臭，以此啊情况是不得已的。这应该等到断气一天以后，尸体冰冷了。再行盖棺。156页第四行，断气以后呢，切忌冷冻遗体啊，或者施打防腐剂啊。如果天气很热，恐怕尸体也发臭，可以、啊、冷气冰块令室温降低，或者是使用冷藏棺。哇，现在真是福报大，
那个棺木哦，插电的，你借来以后插电，插电以后它就是24小时一直循环，尸体不会烂的。哎，我们有冰箱，有冷冻库，现在的人很聪明，发明一种冷藏棺，可以冷藏的，就是尸体它不会，哎，不会腐烂的。哎，当然不必说去借一个先来用用看呐、啊，啊、哦，这个一问就知道，现在有发明这个，但是住得到住不到，那不知道了，因为一碰到死亡的季节啊，啊，你别想有死亡的季节哈、啊，死亡的季节是什么时候？寒流来的时候，蛇营养甲营养的时候。冬天过农历年上送神的以前，就有一批会通通回去的，哎，一批，哎，一批通整批的。今天看、这个死，明天那个死，后天告诉你这个死会丢这的哦，就像中那个鸡瘟哦，真的是奇怪，怎么呢？最近死这么多，就是一批来，一批去，一批来。哎，我们提早做准备。不怕啊，底下啊，至于大修行人高深大德啊，对于49日后才火化，哎，火才火化，那么他们是有修行的了啊，像那个祖云老和尚是不是啊？我是矮身无德啊，因为也不高啊，157.5，45入158，5尺2寸半啊。当然也是5尺以上的男子汉了哈，不过高的不多啊。我们是矮身无德，那我们不是像一般高深大德啊，像很多高深大德都是放49天的，哎，可是那个棺要封好了啊。如果天气热的话，说实在也没办法。我们看过听过，哎，圣严长老的上人东出老和尚。断气以后10天内身体都有香气，尸体一点点都不知道说他已经往生了，那个脸东出老和尚那个脸就像在睡觉一样，那死了人家来看还不晓得他已经死了。离别的老居士往生以后1个礼拜以内，所有的蚊虫什么从来没有接近过他的色身，没有任何的味道，一个大居士都修到这种程度，真是惭愧哈、哦，真是惭愧啊、哦，不容易啊、哦，哎，以及平素修持得力，遗体不致就像一般凡夫啊，迅速的腐臭，以此7期之内，啊，由他的徒弟念佛做功德。升高他的品位，而不率而盖棺，哎，率而那就轻率的盖棺等情事，又为恭敬故啊，不要抬棺阄从大殿或者塔下过，不要拜这个脚尾饭咖啡崩、啊、有一次啊、笔者啊就是师父了，应邀为一个老菩萨助念很久了，老菩萨还没有断气，摇手表示太热了。近数小时以后，问师父已经见佛了，也就他看到了。哎呦，那佛在哪里啊？他的手就比在外面，外面。啊，佛来了吗？来了，那外面。说不进来呢，那就没办法。将往生之际啊，右手啊就指啊这个脚底。家属就问了，是不是脚痒啊？老菩萨摇头。其实啊已经成昏迷状态了，口不能言，只有脚底啊竟忽然清醒过来，就问菩萨啊为什么不往生呢、啊、是不是看到佛呢？哎呦，他说佛身好大哦，门外放光啊，但是他的指数呢用这个脚尾饭 啊挡住出路，没有办法迈步啊向前。拜这个脚尾饭的典故啊是源自明朝有一个犯人的他的老婆呀，带着一碗饭，那么鸡蛋一枚，以及呀、
啊，筷子一双前去探望，到刑场啊，他的老公啊，丈夫啊，已经遭处决了。以前处决都是砍头的，处决都砍头的，哎，那么因为未被香炉，因此以这个饭碗为炉，以筷子为香，就在脚尾祭拜告亡夫，后世遂有啊拜脚尾饭之俗。冷静想一想，亡者未必为犯人，为什么一定要沿袭这个习俗呢？因为上面的实例就可以得知到，脚尾饭啊，不但无益于往生，而且可能变成一种障碍。158，不要焚化名纸往生前啊，这个佛教里面呢、啊，三教九流都有。那、啊、有时候比丘尼的道场，不晓得是方便还是什么，那也有在啊，烧这个名纸往生前，名纸没有了，往生前有了。世间说中国穷困，由是三火，由是三火所致。一叫做妒火，人家吃啊，中国人要吃啊，吃穷困了。二者烟火，这烟火它是指鸦片，吸鸦片。三烧纸火，烧纸火当然是指冥纸了。这三种啊，就是我们中国贫穷的原因。妒火，以中国人重美食，每逢节庆啊，就宴客聚餐，所好不知啊，那么就是很多的意思了，非常的多，不知就是非常的多了，不少的意思了。那么烟火那指鸦片的遗毒，烧纸活着就是焚烧啊，这个习名习薄的名字啊，能够金箔啊金箔啊啊，烧名字啊啊，这个我们是从小烧到大，从小烧到大，所以一讲啊一点都不陌生。子孙为了免亲人亡故后遭受困苦，焚烧这个冥币啊供其花用，此是故一片孝诚啊，但是并不如法。前世以自我主观的幻象，妄以人道的形式加诸鬼道，我们用人的生活的形态啊，一定要加到这个鬼道。应该知道，凡是以货币金钱流通的地方，一定是很痛苦的地方，一定是充斥着现实斗争、杀害、仇视。也你看看这个，因为啊抢劫遭枪毙的啊，台湾呢、啊，你看这抢银行的。夫妻为了争财产的，只要有钱的地方，绝对是充满痛苦，因为金钱令人起诸分别，贫富贵贱，于焉而生。即为双亲啊，亲人焚化这个冥币，也就是认定亡者无法往生善道。有的人说，有修者往生善道，这是衣食无余咯，无虑咯。没有修行的不知道去向何道，假设堕恶道不焚烧这个冥币啊，那么怎么办呢？这种说法呀，不仅是平天王子的执着，更容易啊促使啊他堕入恶道。他临终看到钱他不走了，佛现前也抱着那一堆钱也不走了，也不走了。平常一个贪婪金钱到极点的人啊，那临命终佛前佛现前，他为什么要走呢？他认为他有这堆钱可以依靠了，他绝对走不了的。试问临终执着钱财，怎么能够往生极乐联邦呢？以因果论来讲，人死也不一定是做鬼啊，造如是因得如是果。王子既然不造恶鬼的因，怎么会感恶鬼的果呢？即使知道说生前所为恐怕投生成鬼道，你也必须按照佛法来超度，以念佛诵经回向啊，来希望他能够早生善道。怎么可以试用这个鬼物所用的这个啊习薄之钱，名纸，令他永沦恶道？太虚大师集就说，这种啊风俗是在佛法不合，信佛法的应该把它赶快把它废除。往生前上面印有往生咒，焚毁金像，咒语他的罪业非同小可。
这印光大师说，世间人没以往生咒写作原型，台湾现在也大行其道了，刻而印之，名曰往生前，多有焚之以祭孤魂者。光绪十六年，光就是印光啊，印光都是称自己一个字啊，光啊，在北京龙泉寺，在清晨到三门外见其啊，夜间放这个焰口，所烧的纸啊，以及席帛徽宗啊，有两寸厚啊，一叠往生前只烧了一半，半边。假设不是我看到，则啊，故请人家来打扫，恐怕就一同倒进垃圾堆当中。所以啊，知道啊，烧这个神咒之过啊，无处不有也。啊，有出家人放这个蒙山，用这个黄表纸以及纸钱，内夹带一个往生钱，那么折咒一头大一口小型啊，带出生又称出死的时候燃之，到进食的时候丢到在地上，也会烧到手啊，对不对？那么其中明明有这个字还没有烧完的，那么就烧完，而其灰则完全落在这个地上，岂能无过啊？这个是不会亲眼见着，不会也是谦虚自己称啊。所以知道依法财力啊，百病重生啊，立一个往生前啊，就百病重生啊，乃是真于实于也。凡事尽以利己久后无弊为妥善，要考量清楚。焚经就算有功德，恐怕没有细心之人照料，这个功德事啊，反成罪过之事，况未必真有功德乎？那么一两千年来，大小圣之争啊，犹未消弭。因为还在争论呢，还在争论，就现在也是一样，大小圣也是合不来。小圣毁谤大圣，大圣非佛说，大圣毁谤小圣啊，这个贪图只自利不利他，对不对？事理不够圆融，不发菩提心啊，只顾自己不顾众生。小圣毁谤大圣，大圣卑视小圣。不发心，迄今未歇，到今天还没有停止。中国人善开方便，也颇能圆融，然往往因为方便太过，因此失去佛法的原貌。我们现在很多都已经跟佛原始时代的佛教那完全不同，变成中国的佛教了。以烧往生前来讲，大圣广开方便，滥用开元的实力，是在佛在世并没有往生前，大藏经也没有记载，这纯系中国人自创的。如果佛法往生前可以助念往生佛陀对他的父亲净饭王临终，就不需要告诉净饭王说你要念佛求生西方了。而且佛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纸张一切记录是写在这个贝叶上树叶就是贝叶你们看过这个贝叶吗？就这个树叶晒干以后变成了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像我们织过来的织过去的一个布一样那字就写在上面，字就写在上面。到佛灭度后数百年才见文字记载，那么那时候没有纸，何来往生前？朱莲友在焚化名纸往生前之前，是不是应该来探究其缘由，他到底往生前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在后汉年间，蔡伦以这个树皮、破布等物为原料，发明造纸术。那么缔造社会文明，贡献人群自古火就是很大了，但是普遍传授制法，是生产过剩。造纸的生产过剩，以前没有这种技术，现在有这种技术生产过剩。这个纸商，贩卖这个纸的商人一直打造名纸名币付诈死于无底关
上面看、啊、是一个棺木，哎，这是棺的底部啊，挖一个洞，人跑进去。他的妻子啊，趁没有人的时候，就送给他饮食，哎，又连烧冥币三昼夜，继而向邻舍谓称：“哎呀，人死后啊，焚烧冥币啊，可以买通阎王，哎，还可以在这阎王啊，还可以买通这阎罗王啊，也是贪官的，贪官的用人的贪心去衡量一个阎罗王，到那边金钱全部没有用的。”哎，他说呀，人死啊，焚烧冥币啊，可以买通阎罗王，哎，活命还阳，此计奏效。哎呀，这个愚痴的民众啊，信以为真。凡是婚丧喜庆啊，或者是疫病苦，或者是逢这个忌辰，皆焚烧冥纸。对，你看过焚烧冥纸吗？我看过，多大你晓不晓得？那个有多大？什么叫多大？我们以前在猪土口的时候，台北南州街猪土口的时候，你晓不晓得那个焚烧冥纸多恐怖？那个冥纸哦，它是整个运动场哈、哦，整个运动场的一个大运动场的埋了满满的，然后放着，就都放着，旁边一整个运动场四周摆满了祭品，好大一个空间，然后。中间焚烧冥纸一堆，那不是用机卡车可以计算的，那不是用机卡车可以计算的。焚烧冥纸，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你这个钱要花多少？如果这些钱拿来印经典，那怎么得了？可以救度多少的众生？有的人告诉师父，请问师父，你认为做功德什么最大？我认为印经典的功德最大。造道场，现在道场很多，现在斋僧吃一餐，明天拉出来，也不错，也是有功德。可是我这个钱拿来印经典，这一本书有多少人看到不知道啊？这本书只要存在这个世间，就有可能救度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但也不一定啊。如果你这书放着在经架里面，你死掉了。啊，你下一代的人看到这本书啊，所以我妈妈留下这本书真的很好，我想要印10万、20万，那又不一样喽。那一本书，这本书留下来，又再一次的兴盛佛教了，那又大不相同啊。我认为印经典的功德很大啊，一下呀。那么说或逢啊忌辰啊，皆焚烧冥纸以祈以平安，沿袭至今。此本是古人促销的诈伪啊诡计，令人岂可被古人之伎俩所欺骗啊？目下就是现在通行全世界的金融货币啊，必定啊有定额定规，由总统府啊，由政府统一啊发行，哎，伪造者当受法律制裁。我常常跟他们讲，烧这个钱啊来不及用了，要烧这个刷卡的，哎，一刷再生呐、啊，啊，万事无虑，哎，有一刷卡再生呢、啊，出国带这个金卡是不是？哎，一刷。一个月就可以刷多少了，是不是？哎，烧这个纸还比较麻烦呢。哎，但是还有拿这个提款机、提款卡啊，就是不晓得啊，幽冥界有没有提款机啊，就不晓得。哎，要不然烧这个钱啊，烧一张刷卡给他的话呀、啊，一开不了啊，啊，以后啊就会有人发明刷卡，地府啊啊，阎罗王核准的，嗯啊。刷卡的，以后上面还金额刷100万的、1000万的，就有人会这样发明了啊！最高金额啊，还有一个，那每一个人来买这个要烧给祖先的时候，你要买这个刷卡吗？如果我开的，那刷多少的？我要无限制的大来卡哦，那比较贵一点了。那没关系，我买贵一点的，大概拜给。
幽冥剑能不能用不晓得，要刷十万的，你来问，你要刷十万的还是刷一百万的，还是刷一千万的？不，我要给我的祖先好好过一点，无限制的。哦，那大莱卡那无限制的，是不是？啊，大莱卡就比较贵了，同样一张纸啊，哎，盖章，将来一定会的。活人很会搞怪的，死人被活人搞的是摇头。嗯，死人没办法搞活人了，活人搞死人了，搞得让他摇头。哎，底下啊，那么伪造者当受法律制裁。现在的冥币啊，淡水厂商不同，形式大小也不一样，岂非令人莫衷一是呢？而且啊，你没有听说何方的神明交付印鉴印啊，唯凭厂商啊随心所欲啊，何足采信啊？那又印什么就印呢、啊？往生呢，是依照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啊，念佛见佛。如果啊是焚化冥币啊，多寡决定是否往生，往生岂不是父子的专利？对不对？那王永庆是保证往生的。如果烧冥纸可以往生，那王永庆是特定的。你要烧几亿啊？不要说烧一百万，几亿啊？一百亿他都没问题。那穷人呢？也不要修行了、啊，你念佛念到临命中，对不对？师父没钱，没钱，免供，免供，那完了，那是什么佛？佛法生三宝，什么平等心啊？哎，较早有一条，较早有一条歌，叫为着十万块，无十万块，死都免讲。我十八点要给你嫁给王阿霞，完了。以前从小每天都听的那一首歌，为着十万块，哎，无要嫁给王阿霞的样子。啊，那佛教也搞成这样子的话，那佛教的慈悲平等智慧呢，跑到哪里去了？那完了，这真的完蛋了，佛教完蛋了，要刷名字才可以往生。你今天也不要坐在这里念佛了，通通不要，哎，贫富不均呢、啊。底下啊，今人做法多重啊啊，不是佛法呀啊，它是啊主张心法，也就即心即佛，当相即道，见处即真啊，万法回归当下啊，这个我们在禅宗啊已经讲的太多了。今人做法多不多重，表象大为佛教的本质。我们一定要知道，持戒只是浪费金钱，对王者是毫无实益啊。那么何若如法的念佛做功德比较具有意义啊？千万不要烧这个纸扎名具，烧房啊、房子、汽车啊，这焚化纸扎之房屋、汽车、电器用品等等，以焚烧啊，这个纸钱呢、啊，如出一辙，这是子孙呢、啊，很孝顺呢、啊，亦令这个亲人以幽冥界生活优渥所衍生的一个习俗，这是以阳间的观念强加在亡者的身上。但佛教啊是崇尚理性的，详加探究烧这个纸簇啊，纸错啊，这个念错啊，是否烧所有钱状呢？没有所有钱状就是违建哦，会拆啦、啊。又不相信高雄市，你乱盖看看，你试试看，你别盖了，明天马上拆掉了。那没有所有钱状，不来电的，不来水的，那没办法的啊、哦。汽车没有油，只烧汽车啊，那没有油，你怎么走呢？那是不是要常常要加油呢？再来，哎呀，有电视，不晓得有没有电视台。也没有，那么烧个电视台，那没烧电视台，要烧一些演艺人员了、啊，烧一些白冰冰啊，萧蔷啊，上面要写的白冰冰、萧蔷啊、柯俊雄啊，对不对？还有综艺节目，还烧个瓜哥，哎，胡瓜，对不对？烧个张飞，那没办法，因为没有他们来主持，那这节目怎么进行呢？如何观赏呢？那么有电冰箱，可是没电力公司，那怎么发电呢？如何使用呢？诸如此类，冷静思考就知道，持戒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什么意义的，对不对？哎，刚才说了，我常在想，恶鬼那么多，如果死嘛死的时候，我们这个母啊死，啊烧那个冥纸可以，要不要请问一下啦？也就死嘛就八十岁。他怎么抢得过人那些恶鬼？刚刚你拱了用公司呀、啊？你不烧钱给他，这十骂还不会那么痛苦啊！你烧钱给十骂的话，你不给人家那鬼道不讲道理就打了，打得你头破血流，人间都在抢的。我看十骂在鬼道也不会好过，
对不对？你烧钱给他也试试看，那就刚好用庆嘛，啊，这个日子也不好过了哈。我们讲的都是很重理性的啦，啊，底下说不要悲泣痛苦或者是触动失身，啊，依照本省的习俗，人刚断气的时候，家属啊就摇撼尸体，尸身的悲啼，或者是披发赤足前来哭灵。哦，这个披发你没看过啊？这个乡下就这样子，乡下就是这样子。哎，我们的恩伯死了就他就这样子，有的就这样，没有全部，啊，头发放开来，上面都没有任何的装饰，真的就是打赤脚。真的乡下就是这样子。前来哭墓啊，哭灵，奔丧的时候啊，一路啊哭尽了丧宅，啊，这个靠老桃啊，或者是请这个筛工啊滞留，吹吹打打，哎，令存就是活的人，哎，不得安宁，插西郎啊，王者啊，良子皆不得安宁啊，你们听给我插西郎啊，这是吵死人了，啊，就是这样子，哎，前移数级，神事未去而碰触这个遗体，悲伤啼哭，是足以扰其正念，增加他的眷恋。万不可啊，顺着一起哀伤，行不利亡者的措施。纵令哀动愈痕啊，就表示很久啊啊，哀动愈痕就是啊，很伤心，很伤心，也当暂避他处啊，以免障碍亲人往生西方啊。此际是神事生成的重要时刻啊，应当给予宁静安详之环境啊，令亡者的心无挂碍的往生啊。164页，废除传统的仪节，也就是那一些没有意义的礼节，我们呢废除掉。死亡乃是人生大事，自古以来就因为环境以及人为的因素啊，衍生诸多的繁文缛节。这繁文缛节就是繁琐的意思。今乃资讯挂帅的世纪，现在网络啊电脑啊电讯啊，那都是很发达。那么对这个死亡仪式啊，应该是以这个庄严肃穆、简单隆重，而且合于时宜为原则，也就是说合于我们现在现代人，免遭食古不化之机。食古不化就是守住的传统一成不变的结果啊，已经不能配合时代的潮流了。底下说下列的传统仪式啊，应配合时代的需求予以废除，但是此俗例啊已行之多年，假设家中其他眷属不愿废除，则不宜过于坚持，以至于家庭失和。接官，这以一斗米以及细竹圈呢，捆上稻草。那么，如果有看过以前的人呢，就有这种仪式风俗。这点燃后啊，尾随这个棺木啊，边哭就边这样说了。收租回来了，那么这个是抬棺者为了赚取红包啊所施设的，既没有意义，而且污染环境。那么目前也很少看到这样子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小时候也有看过这个，但是后来呀，长大了好像也就比较少。第二，祈水，这个祈水也很少人已经有了。就我们在养德禅寺开示的时候，也听过这个祈水的风俗的人，请举手。结果
两个、三个，没有人听过这种起水。起水就是人死后一定要向这个隔壁的人要一点水。其实这个起水啊，是以前呢，这要拿一点水来替这个亡者清洗。那么现在的人不需要向隔壁要了，你家自来水就很多了，一开就通通是水了。那么起水是孝眷远至河边，向这个水公水婆啊取取这个河水，为亡者啊清洗。那么木金家家户户啊都有经过消毒的自来水，实在不需要舍近求远呐。这个起水啊，在嘉义发生这么一桩事情，说有一个人呢、坏到极点，临命终以后啊，他家人啊向隔壁啊起水，结果整条街没有人要给他，很严重了。按照道理来讲，这个水是很便宜的，整条街的人都不要给他水。说为什么？非常坏。据说只要人家车子停在他前面呢、他就会用一个金属给人家划了一横，要不然轮胎就会给人家刺破。世间人讲一点度量都没有，一点嘛度量都无，都是接二眼哈。那现在也很少看到这个起水这个问题了，也没有这个风俗。第三叫做慈生，那现在还有，这个多，那这个慈生是为台湾人设的，这个不是在大陆设的，因为听那个音声就知道这个是台湾后来的人。台湾的历史有四五百年，真正台湾人是原住民，那我们祖先都是从大陆过来的。真正台湾人是原住民，大念的时候塞公啊祝祷，其实你念国语不会念，这个没带过当过塞公的人他不会念这个，我们当过塞公的人很会念的。因为你看我用台语的念的话你就很顺，吃脆刀惊孙活到老老，吃脆刀官惊孙做大官，吃一脆鱼丸惊孙中状元。下面的话哇这都要做给塞公的人才有法度念这顺。那我是前世有当过了，前世今生今世转行干和尚这一行，前世是干塞公那一行的，所以前世就很念得很顺啊，不然你不会念这个的、你念国语你就不会顺，你不像你用国语念念看你就念不起来。吃一口豆子孙活到老老老，你看这个绝对不是外省人的，外省人他配这个音根本腔就配不起来。吃一口豆干子孙做大官，吃一口鱼丸子孙中状元，你看这完全不押韵的。可是你用台湾话吼、你给他一摆看麦，我你吃水豆子孙活到老老，吃水豆干子孙做大官，吃水鱼丸子孙中状元，你就知道这台湾人写的，这不可能是外省人，外省人他一念起来上下不连串的，对不对？腔也不一样，这个一定是台湾人搞的鬼，是不是啊？那你说像这样子的话，哪一个人没有吃过豆？哪一个人没有吃过豆干？哪一个人没有吃过鱼丸？我就是说这个长寿也是你家，做大官也是你家，中状元也是你家。那个这样塞公这样念几句，你们话我就你家就充满的一切福报都来了没有这个道理的。这叫自我安慰。此时世间人凡事求平安吉祥之己，这可以说是自我安慰，那当然是自我安慰啦，对不对？并无实质的效用。第四叫做披麻戴孝，现在还有存在的，现在还存在。第三跟第四都一直存在，是农业的时代以麻布表示朴素，
就是不装扮了。居上其间不是装扮，已是哀思。今呢，以束缚代替。西方人都是穿黑色的衣服，你看那个啊，丈夫死了的寡妇，都是包括那些送葬的，几乎都是用穿黑色的。日本也是，有时候都是穿黑色的。台湾也是这样子，就是穿黑色的，黯然呐、无色，表示哀思。那么带这个孝章啊，以区别王者性别。现在人刚好带错了，是以王者来分男女，现在不是，是送葬的人，男的自己就在左边，而是女的自己就在右边。他不晓得说这是根据王者，这次是死男众，那就一律带左边，不管送葬的人都要带左边啊。如果这次死女众，一律带右边，送葬的人一律带右边，这样才是正确。可是现在人都不分了，拿到这个我是男的，我自己在左边啊，那我是女的，我就自己在右边。那你不管那个死男的是死女的，那不晓得啊，男的是女的都分不清楚。底下说说王者为男众，孝眷不入男女，皆带孝于左侧。反过来则一律带在右侧。也简单讲，是以死者的性别来区分我们送葬的人带左边、右边啊。那么时下。眷属则以自己的性别为准，你是男的自己在左边，是女的自己在右边，好像一丝跟那里丝掉一样呢，让人家的啼笑皆非，就搞不清楚状况啊，搞不清楚状况。第五，这个带头签，这个带头签也还是有的，因为亲亡故，无心整饬，整饬就是整理啊，这个仪容，法常就以稻草为圈啊，系在这个头上。那么女众啊，为了防雨啊，就把这个置物就是放东西的这个麻袋，这麻袋本来是放东西的啊，那么现在因为没时间啊，刚好把它折一折，折叠起来，把头啊罩起来，免得头发散乱掉，又可以防雨，方便使用啊，方便用一用。那个这个是孝去这个孝眷顶戴头签啊。头罩的应有，以及金饰之已经没有这个必要。第六，找草鞋，那这更没有必要。古代啊，本来就是用草鞋为惯常的用具，而且可以防滑。现在啊，那么鞋垫林立，各类的鞋履啊一应俱全，何以避退而找草鞋？就像师父以前呢，家里很穷，那有时候死人要请我们，商家请我们去，我们去就要拿那个死人旗子要排第一名的，6块钱呢、8块，就走了一段路我们就在停在半中间，然后他就走，他们就车子就载着棺材去埋葬完了，以前都是土葬。从小我就是那种环境啊，埋葬完的时候再回来，我们半路的时候，再回到这个家，然后就一边吹一边敲敲打打，雅吉啊，就8块，价格好一点了、那后来一点呢，又不到8块而已，8块，那么给这个抽头的人抽了2块，剩下6块，吸血鬼啊。没有同情说我们这些小孩子打零工是不是？没办法，没钱。后来长大一点点没有人我们就去躺，看到他们找草鞋。以前我们就专门跑商家找商家，怕那个叫做呆呆啊，那个呆呆啊，小小的咚咚咚咚咚咚，就这样子你就按照那个节奏打就好了然后也是。棺材上去，我们也坐在棺材旁边；他上山，我们也跟着出殡。他上山，我们也是跟着出殡到山上去。然后上面筛工比较多筛工多，然后筛工那个就拿那个好大的一个乐器，
啊，禅禅提禅禅禅提禅禅禅，哦，然后就绕，就绕，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哎，结束以后换我们，当当当当当当，打一打，然后，哎，就回来了，哎，赚了10块钱，搞了一整天，那就看到他们找草鞋，所以说，我们以前都看到这个，那么现在我们。 也很少去，出家以来啊，就很少去跟人家送殡啊，怎么样啊，也没有机会啊，赚这种钱，也看不到。那现在状况怎么样都不晓得了。